日常经济，信息瞬息万变，当下的民营企业正在经历着哪些困惑？其实这么多企业，我们总结下来有三大企业管理难题。第一个管理难题就是员工难管。第二个，他找客户的成本很高，就客户太少。第三个，成交率很低。商场如战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如何才能快速成长？管理企业激励员工，掌握了这道方法工具，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经验，怀着感恩的心态服务客户，他将为我们带来怎样不同凡响的商业智慧？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商道》。您现在收看的是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传承经典，弘扬匠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俗话说呀，商场如战场，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变幻莫测。那么如何在这变幻莫测的市场当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需要不断的进取和学习。今天呢，我们将和您一起共同来探索一下企业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一起去探索企业的制胜之道。为此呢，我们为您请来了今天的嘉宾蔡树先生。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蔡树，上海邦邦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创始人，2010年和当地的一家培训公司合并，正式进军培训行业。到目前已经为近1000家企业提供商业解决方案。好，欢迎蔡总。你好，陈老师。欢迎啊，欢迎来到我们节目，来请坐。通过刚才这个短片呢，我想观众朋友对你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其实最早的时候，蔡总好像你不是从事的企业咨询培训。对，是的。我一开始从事的是互联网。互联网。从2007年就开始做互联网。那后来是什么原因又开始了这个企业咨询培训这项工作呢？2007年我开始创业，开始来做互联网。在前几年发展过程当中呢，应该还做得还不错。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是后来发现啊，管理企业管理人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而公司发展呢也碰到了瓶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做一个民营企业的一个小老板不会做，所以我就跟很多人去学习。我有一次在学习的时候，我学到了一个管理团队的方法。这个方法一用了之后呢，我们公司的业绩在3个月的时间就直接翻了一番，效果蛮不错。是的，所以我发现在管理过程当中呢，老板去摸索很累，因为没人来教我们带我们。但是已经有成功的人已经做到了结果了，那我们就跟他学习，拿他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拿过来为我们所用。那这样的话我们成长的速度就会更快。这就是说经常我们说的少走那个弯路。那从哪年开始真正的从事了这个企业咨询培训？我是2009年开始来学习，2012年开始做培训。是的，我听说好像大概又过了1-2年的时间，蔡总就亲自登台给他们讲课了。我是从2014年。你看，真正我开始讲课时间也不长。但是我前面一段时间我在做培训的时候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的经验。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请了老师过来给我们讲课，讲完之后老师因为时间有限他会离开。而接下来的时候后续的售后服务以及碰到的一些问题落地的就需要我们这个团队。我想你第一次登台的时候也一定有很多的顾虑。
有顾虑没顾虑啊？肯定有，是不是？面对着那么多各个单位的那些老板们，大老板、小老板，啊，年龄轻的有，年龄长的也有不少。是的，啊，那第一次登台是什么结果呀？什么效果呀？2014年的5月份啊，我是第一次，登台。第一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企业的老板，他帮我们做分享，所以来了很多人。但是我们后来其实真正开始讲课的时候也才从7个人。那是不是有点扫兴啊？看着这7个人。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会有一些会感染到影响自己的情绪。但是我发现既然有7个人愿意坐在那儿听我的分享，那我要对得起7个人，他哪怕是一个人，是的，我也得把我这种感受讲给他。是的，是的。后来你觉得你讲课的效果怎么样？反响怎么样？我的人数就是慢慢的开始变多，听我课的人变多了，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营销团队变多了，而是我们的学员在帮我们做转介绍，所以我们一路过来，我们从来不会去打一个陌生的电话，我们都是口碑营销。那你知道你的学员吧越来越多，或者大家反响不错，你自己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其实为什么他们会帮我做转介绍，其实很简单，在我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分享的方法解决了他的核心问题。现在咱们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呢，我觉得蔡总啊，应该说你很有发言权啊，因为这些年你就没离开这个领域，是吧？那么你觉得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或者说他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我后来又服务了有10000多家企业，其实这么多企业，我们总结下来有3大企业管理难题。第一个管理难题就是员工难管，第二个就是现在每家企业都想找到更多的客户，他找客户的成本很高，就客户太少。第三个，他想跟客户促成成交，达成合作，成交率很低。逐一的给解释一下，第一条，先说这员工。员工难管，其实员工很多时候都希望在公司里面获得一份更高的报酬。比如说一位老板，一位员工，这位员工跟老板跟随了已经6年的时间了，一直会固化的思维，可能觉得我干的时间越长，我的收入应该是越高。所以第7年的时候，他就会找老板说：“老板，我跟你干了6年了，我今年的工资怎么来算？要涨一下了。”而他不知道的是，老板这6年来利润一年比一年低。产品越来越难卖。但是员工他不管，我过来是给你上班的，我是给你来工作的，那我跟你时间越长，去年我都赚了6万块钱了，今年怎么样要高于6万，一般的心理都是这样。是的。而老板可能今年的收入可是大打折扣，都会有这个可能。如果老板啊一年比一年收入好，这个问题可能还好解决。对，如果这个企业一年比一年艰难，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即便这家公司老板利润做得越来越高，员工去找老板要工资，老板给他涨的工资都不会很高，在原有基础之上可能多个几百块钱，200-300块钱，500-600块钱，最多多个1-2千块钱。所以老板得想啊，我今年给你涨了200块钱、300块钱，明年怎么办？所以老板不会给他分很多的钱。对，而这个时候员工一直是在员工的思维跟层面，而其实企业发展的现状一定是老板跟员工一起抱团，如果企业做得好了，都是团队跟老板一起创造出来的，而这个时候如果多赚了100万，就应给员工多分一点。所以我们提出来一个老板跟员工只分一种钱，就是增量。我去年假设做了2000万，今年我做到了3000万了，我多分的一定是这1000万对应的利润拿出来跟员工怎么来分配，永远分增量。而这个时候员工就会想，都希望公司业绩做得越来越好。激励的分配方法有很多种，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6套激励的方法，这些方法用下去之后它的效果会非常明显。而我在创业的初期的时候，我在做讲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这些方法分享给老板，10个老板里面有6个老板回去能做，但是有4个回去就有难度。为什么？因为他听我分享的时候，包括他带着员工来听我分享，他觉得很有道理，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回去落地的时候，每家企业情况不一样，是每家公司的员工的思维又不一样，所以总会有那一部分客户，老板他回去很难落地。我们就发现我教他的方法，他最好落实的时间点，这点很重要，这个时间点就是在我教他的那一刻。因为他认同我的观点，他的团队也认同我的观点，而落地的过程当中这个节点很重要，
就跟烧开水一样，嗯，烧到99度的时候，再加一把柴火，100度就沸腾了，嗯嗯，如果烧到了99度，停下来了，哎，一会儿到了80度了，嗯，哎，这时候再烧可能就很费劲，嗯嗯，所以我们发现，在企业落地的过程当中，在现场落地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可行吗？觉得可行哦。我们在改革之后就把它做成功了，效果非常好。我们每一次服务大概在50家企业，一家企业10个人，嗯嗯，500人在现场。现场的时候，我们有现场每一组都有服务的人员，嗯嗯，我把分配的原理、改革的方案做出来之后，哎，大家也高度认同，嗯，那接下来具体怎么做，我们有半天的时间就在现场操作方案，嗯嗯，我们都准备好了合同范本，帮到现场来做落地。我知道老板回去他落不了地，那既然回去落不了地，那就不要回去了，嗯，就在现场做好了再回去，嗯，所以我们这样一改革做完之后，公司团队都跟公司喊出来的口号是达成30%、50%甚至翻一番两番的指标，嗯，而这以前只是停留在一个口号，而现在形成了文字文本，嗯嗯，这样的方案把它落地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让员工其实是教他怎么做老板，他的思维应该升级做老板，嗯嗯，很多工我们服务的企业做完了之后，他的业绩提升30%到50%，这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数字，嗯，有的是翻了一番，那公司业绩翻了一番，其实员工的收入也就翻了一番，翻了一番。来说说第二点，第二点也是民营企业碰到的三大瓶颈，嗯。现在的客户发现越来越少，嗯，每家企业都需要找客户，是，其实客户没有少，但是很多的老板都觉得企业客户变少了，就像这一盆粥啊，原来是5个人喝，现在50个人喝，所以就显得粥少了，粥少了，就这个道理，对，嗯，啊，还有一个第三个瓶颈，嗯，就是成交率的问题。成交率什么意思啊？就是客户如果过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因为竞争对手太多了啊。举例子，如果我要买一个杯子，嗯，以前可能就是2家里面选一家，嗯，而现在可能是20家里面选一家。怎么破解呢？我打个比方，一家餐厅进去，今天只有20个人过来吃饭啊，而他的隔壁一家餐厅，他有200个人进来吃饭。经常我看见这样的餐厅。是的，嗯，很多人会想，是因为那家餐厅人少，是因为他菜做的一般，而更重要的说，是另外一家他的营销做得好，所以怎么样让客户来，第一很重要的一点肯定是以产品取胜，如果产品做得不好，菜做得不好，这客户肯定不会来，没错，是。而现在其实产品的竞争已经不是太那么明显，而两家产品都做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客流相差了10倍，嗯，那也就是说后者他知道怎么样把客户引流过来的方法，嗯嗯，我手上有这样一个魔方，如果是不知道你魔方的这样一个方法，嗯，可能我给他2个小时的时间，他都很难把它来复原。我基本就属于这一类。要把这个魔方复原，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口诀。把这个口诀如果掌握了，一个小学生多练习几次，可能3分钟就可以搞定。就针对魔方而言，你这个方法已经找到了。对。哦，然后你就把这种方式运用到你的企业培训当中。对，管理企业激励员工，想留住员工也是一样，跟你魔方是一样的，掌握了这套方法工具，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了。是，我看有的人特别快，嗯，它就是一种方法。蔡总给我们说说吧，棒棒糖下一步的发展规划，或者说你的发展重点的方向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存在，嗯，我把一些我自己受益的经历，嗯，以及激励团队管理企业的一些方法，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嗯，我发现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是让自己一件很快乐、很愉悦的事情。安东尼·罗宾，嗯，啊，也是我的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嗯，这个世界上赚钱的行业有很多种，嗯，而如果能够帮到别人，顺便赚点钱，那是一件很开心、愉快的事情。一个开心自己赚到钱了，一个开心帮助别人，成就了别人。好，感谢蔡总今天精彩的论述。棒棒糖今天的故事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成己为人、成人达己的深刻的含义。其实啊，这个每一个厂家也好，每一个商户也好，都需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树立起去真诚的帮助别人的这种理念。因为你帮助了你的客户，你帮助了其他的企业，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成就自己。
我们希望呢，棒棒糖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能把这种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创业者。好，传承中华文化，你我并肩同行。再一次感谢蔡总的光临。